他真的就穿熊掌袋，但他们也没有很气哦，就那边狗日那男的出现，裸体，全裸，一丝出来了，然后一直讲讲讲，跪下来，亲他手。在绿岛有不开心有不舒服的事情吗？那么开心的地方，他们都对我很好，可是我还蛮常遇到失去理智的客人啊。怎么了？怎么样？疯了？啊！这样，就是他们会像，因为我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船的问题，船不开，对，就是像新闻上讲去拍地勤桌子硬要开船的客人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地勤这样就这样，你还等着考试吧？你完了。但是因为那个好像政府有规定说，因为台风来就是不能开，但是旅客他们不能理解，他们就是觉得你有船，你为什么就不开给我？我就是要回去。然后有些客人会急着想回去，但是有些客人会急着想进来，就跟他说台风天不适合来这边，但是他们还是会想要进来。就要来，那他们就觉得我都已经定了，我就是要今天来。去年嘛，去年台风很厉害哦，很刺激，用刺激来形容。我看那个好像街上大街那边损失惨重，很刺激。我都躲在那个海景房看外面的海，然后还有树。哇，你们那玻璃罩得住哦？嗯，要小心，对不对？他一边趴一边趴在上面，帮忙防着。其实他根本不是在欣赏，他是顶着。顶着啊！哎，每一间房一间开一点，哎，我在欣赏你。对对对。OK， 你们住饭店有没有遇过怪事？好，我前两天就遇到一个怪事。真的假的？我前两天在香港，嗯，然后那天我回来也很晚了，我回来大概12点。哦，你上去以后我就去洗澡，洗澡我就听到咚一声，我就没有管，然后洗完澡就出来，我看我大概在看那猫眼，我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来看，我去看，先是一个，我说什么事？他说有一个大概是欧洲人吧，女孩子，她是穿着浴袍，没有三角裤而已，高叉啊，就是看起来，我太太跟我说。哎，他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好像刚游泳回来，我刚游泳回来，他真的就穿熊掌袋，但他们也没有很气哦，就那边狗日日，因为讲欧洲话我真的听不懂，因为我看不到这边，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就一个男的在那边来一直讲，然后哎，你知道人就很贱，他就继续看下去，来看，那男的出现，裸体。全裸，一丝出来了，然后一直讲讲讲，跪下来，亲他手，我觉得应该是吵架，东西呀，他拿出钻戒，没有，裸体求婚，那可是我很尴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叫了 room service， 哎呦，你要出去哪？然后班长说，我要不要报那个饭店？嗯，啊，等下先不要报，那等下就看完 room service 来，因为我一直在看嘛，他电梯出来就。太傻了，然后那个男的跟那女人很屌，就他也不进去哦，跪就一人拿一个布这样，然后那男就拿一个布这样，那女人拿一个布这样，还继续这样，继续聊，不能进房聊是吧？就很怪啊。然后后来那个入室的受不了，才走过来说，哎，让他们进去怎么怎么，才结束。哇塞，那个也是饭店蛮容易在外面，因为我有一次也是。有叫 room service， 然后我要吃完了要把它放到外面去。我最怕就是那种，可是饭店的门都会自动锁，你知道？我穿一条内裤，然后就去放上它，脚没勾好，门就关起来了。然后我只穿一条内裤，哇！然后我又一个人住，然后身上也没有手机，也没有房卡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蛮常发生的。内裤还好，刚都裸体了。啊！我就一个人走到大厅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房卡在房卡。哪一个国家啊？在哪里？好像是泰国吧。泰国还好，应该还好，没关系。对，饭店一定有一种事情会发生。哎呦，有遇过哈，就是来饭店抓奸的情侣。哦，哇塞，刺激！真的有？哎，跟我们讲一下会怎样？会怎样？他会怎样？太兴奋！菜龟抓猴子，哇！是男抓女，女抓男啊？男抓女，男抓女抓，精彩哦，精彩了吧？那你在柜台？可是我在柜台，你有一起去吗？你怎么处理？一定要一起去啊！不是我处理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。有配合警方来？有。那有大吵大闹？还好，因为这件事分两天，第一天第一天天好，好上线，好好到来，有没有下次可以直播？第一天怎么样？第一天怎么样？第一天是那个女生跟她的男性友人来 check in， 那我们当然就是让她进去嘛。然后后来晚一点的时候，那个先生有一个先生就进来，然后拿一个照片说：“有看到这位女生吗？她住这边。”啊，我们基于规定就是不能透露，隐私，对对对，不能透露嘛。但你有暗示吗？对，眼神，我们没有看到她。
他在几号房？没有，你是假的吧？你这屁！然后怎么办？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是报警嘛。警察来了之后，后来我下班我就没有参与到这部分。但隔天就是他们已经退房了。然后没有，还没，还没退房，还住？不是，我还等你。第一天晚上还没结束，就是那个小姐他们刚好外出，他们不在。我没抓到，没有抓到。隔天就是那个小姐，她手机遗留在饭店，就是好死不死，就是遗留在饭店。然后她就是回来拿。那她回来的时候就是很急，因为我们要办一些手续嘛，就是遗失物领取要办手续。那快快，对，她就很不耐烦这样子。当然。然后她走了之后，不到五分钟，真的是不到五分钟，那个先生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叫你快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你们这个没有被抓过，你们不懂那个心情。所以还是没有抓到。后来我们就不清楚，因为他们就离开，那就没有抓到了，功亏一篑。这样讲起来就是女的好，对，时运好。